这个是我们的贺礼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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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个是我
菜头粿啦，李胖啊，贺礼都凑成了十样，祝贺台中慈院十周年院庆。九九同心如真金，十岁十岁寿无疆。干好！中区委员慈诚也送上一幅动人的画作，代表我们的医院跟我们的志工，同时和护旗。许多住院患者一听到上人来了，纷纷由家人陪伴，希望能见到上人。家庭祝福哈，平安哈，看到你就欢喜哦。咱都该祝福，啊，上重要嘛，爱家庭祝福，哈，祝福你。这天还有一位非常特别的贵宾来到台中慈济医院。恭喜恭喜！我们叫他来，我就欢喜了。我讲吼，我真感动你。感动你。感动你吼，每一间病院你都甲照顾甲到。98岁的杨思标教授曾任台大医院院长，也是慈济护专首任校长，对慈济早期创立医疗体系贡献良多。心情啊，很好啊，我们这间十年，哎呦，孝敬，我嘞一定我爱去。此外，台中市副市长林依莹也带领一级主管来见上人，一整天台中慈济医院洋溢喜气，岁末时刻，正言上人来到这里，带给大家满满的祝福。大爱新闻张国端、郭继宗台中报道。